台湾人的经验都分咖啡。讲到台湾的咖啡产区，都会想到嘉义阿里山、云林古坑，还有屏东舞台。不过大家可能不知，法莲的经验未开始本人就知道，甚至走通日本时代，法莲都有咖啡。清代的山区土水梅，两下传法莲差不多拥有7000万公顷，数量无多。不过乡亲出钱发展精品咖啡，会听到热情不禁相机。来看记者徐弟弟亲身为解报道。行业当有老师用的嘢研究度，咖啡香从外国来，本人感受味道又甜亲又古朴。花莲的咖啡豆吼，它是比较具有坚果风味，然后可可的风味啊，可可的话它不是甜巧克力，它就是单可可豆的风味，然后再来会有一点木质调跟土壤的味道。特色动作都当有起一个咖啡师李嘉义，因为无卡就系开面秀，故所以又系厨师，又同时学做咖啡，用心来研究咖啡。有几乡里呢？我们这边凤林镇的海拔，花莲海拔可能没有像阿里山外县市海拔这么高，所以我们会利用我们的手冲手法去改变。那我们前面的话，水柱稍微大一点，调整它的风味，让它风味比较明显的出来。后面再调浓淡度，让整杯咖啡会风味比较明显一点。用的就是切加种的咖啡豆，对种、配、都从打破每不卡年都穷下面。穷下高，闽秀的调羹娘王春莲有一年闲工上岛，爱本咖啡同擂茶，夹出天佑的擂茶拿铁。要不然你俩直接来哈，先干先干暖手，好烧烧烧暖烧暖哈，暖手暖好暖脸，哦莫不老个个面冻冷冷啊，哈啊暖脸，然后要眼睛觉得很疲劳，暖个眼睛那样。还用手冻舒服嘞哈，还有倒起来哈，用两只壶油啊，按拎落去，哦，给我暖胃，犹如一股暖流在心头。规模千万上的望春店，为咖啡开发出当道当有特色的蜂蜜点心。闽西讲师就是建议爱托木口杯种咖啡。透过种咖啡也是一冲开始，一跳开始。啊，慢慢慢慢，哎，做起来，哎，一有事咯，哎，做得动向，自家谢慢慢的，然后来讲来去分享，咖啡机是半遮阴嘛，所以东东的种香蕉，下尾当种咖啡，哦，或者有介种的咖啡香，因为还有介香蕉的香味安样。来又见来见多年，落实发展花莲咖啡也红一辈。当年的年米三贵一多，就是家头一点无限的时间。哪些要留着明年开花的？那有些老的就要剪掉，不然浪费养分而已。原本父母亲就种槟榔，那我们就是利用它做遮阴。同样去工厂时的投入次特，李金枝同王义贤两公婆。对新做赛道发展，接下玉里木卡更中的投入，头摆是因为亲戚的关系开始种咖啡，种等，每天天的有位切咖的心得。以赤道那边的国家来讲，咖啡它是属于半日照，就是50%的日照。那我们这边已经靠近北回归线，那我们这边至少要75%的那个日照，所以以槟榔来讲，它就差不多是有这样的那个透光性。反而灌木的话太茂密，咖啡它遮阴太多，长得反而不会那么好。爱种咖啡最主要本来是爱自家爱惜嘞，咖喱哈产量多的话，就做在卖本太咖惜。那希望说借由我们爱护土壤这个动作的话，让我们的产量变多，品质变好。两公婆土田生意呢，只有自家理念，种出木卡人同小飞仔都是来当安心的农作物。这个就是我们刚那个采下的新鲜鲜果，一颗咖啡里面有两颗果那个豆子。因为咖啡就是赚来，就是用人工除草，然后使用的是有机的肥料，那加上我这边的日夜温差比较大，对，那就会让果实比较甜美。然后有时候晚上比较冷的时候会有云瀑，然后我们的咖啡的话是喝瀑布的山泉水。
又黑又长的花莲呢，境内就有中央山脉、韩国海岸山脉。第二年的环境土方，东都乡镇都有种咖啡。按对地图方来看，北片的松林、树峰、韩国枫林也偏有种，另外沿海的枫林也偏没有。南片呢，像玉里、富里也偏有种，全花莲家家以内就种有70万公顷桉花。种到青岛的，就爱讲到其中的水蜜杨。这几年啊，从94年的1公顷，到100年的56公顷，到现在109年的77公顷，其实我们的产量不断的在增加，而种植的面积也不断的在增加。所以在这两年，我们就开始反思，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咖啡产业能够被台湾看见，被国人看见。十年前对富里辞退休的陈冰冰，转到水泥而开始人生的下半场。当时佮看待面前也得好山好水，心肝上跟样做得变过呢。刚开始爱想讲种嘛该好呢，爱俩位吼靠近中央山脉吼，爱顺从天顺走进黑盖原始林，照心跳清晨又雾。爱掠鱼又冻好落水，嘿，怕安样个气候下温下适合咖啡。转到贵地的生活，享受吃菜。两公婆土等孙呢，土充满蒙沙岩的咖啡热度，古等正式的游街生活。我想耶，怕是掠咖啡会掠到鸡，阿袂安样少量。长期少量的施肥，怕伊安样不爱个咖啡豆，伊本性个个质地哈，还有营养还好。花莲种咖啡个历史，清早会讲到日本时代，江池水泥的五福村开始个辉煌个咖啡史。从清朝个时节，总有400公顷桉花。日本人吼做迁入种咖啡吼，系伫印尼个花莲个。寿丰乡吼，开始种啊，因为该为气候吼，含么暗河吼，未得到锈病吼啊，所以印尼日本人就慢慢的侵过侵往花莲的南偏来侵，下适合的所在来种咖啡吼。花莲米菜白米，23.5度的白米贵鲜蛋，有东山地位天地环境。不过，香港看啊，一下推来较有名的咖啡产区，花莲咖啡含唔算杰出名，产量也唔多。查来当地展开产业的团体战。花莲有这个迎着太平洋海风的我们的海岸山脉的咖啡，我们也有花东纵谷的咖啡，我们更有这个中央山脉山路上的咖啡，所以我们有三系的咖啡。比较好的原料的话，我就把它做成那个绿茶，然后就给它去给人家揉成球，就比较好一点。浸出铁色，提升能量，当到后生的咖啡农免露宿落脚。年龄也薄的，对后生人攀比上来讲，其做到师傅都无得等，想都唔敢想，改用样的分批时间。因为头亚时节，佮又会摘咖啡，又会古做茶，像开得蒙眼的胆管两条骨。我是用其实用采的方式再去制作咖啡，那尾调这部分其实是茶青原料第一进场的动作。那反而我使用这个器具来做咖啡呢，其实就是咖啡的已经是后置处理干燥的部分了，所以反倒是茶叶的开始，然后反而是咖啡的结束，那就是它最后一个后置的最后一个阶段。对付卡各个雕的酸门前的方便，就地旁屋做茶功夫。无人比得。出生在茶王世界的彭美祥，既通做茶的经验，用土加咖啡理想当。他已经种在这边了，然后你要赚大钱其实很难，然后但是要维持这个产业来讲，然后让它持续有，那持续发，让大家可以持续喝到花莲咖啡这件事情是绝对是没问题的。那在同时，也许是抱着对于咖啡某方层面的一些理想跟一些可能信念吧。那当地作物，那这些东西还是养活了不少人。
那在做这一块，除了基于这样的事情，那当然最主要的自己对于这个产业还是觉得很有兴趣啊。各族群的人在花莲也搭土地方，乡下生存，种咖啡的穷养。像全花莲县，但是系原住民种的咖啡呢，就占了起码有70公顷案发。头一片水泥乡的富源村呢，外背后也建诊所，底部都为医生戴凤球，大家都很记住咖啡医生。基地一片种咖啡，有了特别的理念。对啊，种咖啡的意思就是要善用你的土地。然后不要破坏土地，因为土地我们人会走，土地要留下来。戴医生是态度国聪明，此时看到渐渐的部落建设，年轻人本比农书欠脱的，其理想的细细咖啡农，做出土家成功度上来。因为他们种太多的槟榔其实蛮好照顾的，原因是他们可以用很强的那个农药，去他们不用那个有机的方式。所以那农药就让土地很贫瘠，然后他们用大量的化肥进去，所以对土地来讲，我觉得是伤害，不是一个好处。那我们的咖啡都是用自然农法。戴凤秋出来希望咖啡树有一年会推离槟榔树，其还有另外两个梦想，却希望聪明好念的东西可以做咖啡，还看希望部落的后生人不是为了落实离开家乡，也想要翻转。另外一个就是想要做一些回馈啊，只要制造一个工作机会，那我们这个利用这个机会呢，看看可不可以翻转一个部落。这个地方是咖啡，很多人都种茶种咖啡，所以我的病人里面也有咖啡农，50%啦，我讲50%就好，其实都做得不好，可能玩票刚开始，然后只有种几百棵。咖啡爱好色，唔系像种甜甜，重要嘅系泡嘢果果。当当年一开始天朝嘅食派，突破嘢一波又一波嘅咖啡跳高跳，学到技巧，提升技术高跳，将哪一道热潮嘅门票。3年前我刚开始做咖啡的时候，那我喝到花莲咖啡的印象是非常，我觉得是非常糟糕的，就是可以喝到一些过季谷物的味道，然后还有那种腐木那种不舒服的感觉，然后还有一些霉味。调整场所，当转型的困难破一些样的变化。陈贤仪为落成学配咖啡，还够上网去考比赛的技能，就是看到业外挑摆一次木喷法，对辛苦种出来的咖啡豆，是做的用按方法来做。就15年前呐、啊，那阵因缘际会啊，哈，就接触到了咖啡呀，哈，感觉。冻好高诶吼，啊！伫发台湾嘛，做咧种咖啡诶吼。一下陈贤仪，今日系一刹开始配调诶技术咧比测试诶，其实蛮去研究配诶技巧同泡诶手法，而浅出咖啡多样化诶商业面貌。我会想要学烘豆，主要是因为说我想要在花莲咖啡这一块领域，然后希望有。人可以帮助这些咖啡农，可以改善他们就是缺乏一些烘豆观念的问题，然后可以帮他们把一些咖啡做品质的提升。协会目前的话有30几个成员，大部分的话有80%都是原住民，当然还有更多的还没有加入这个协会。希望在这个咖啡界的话，因为能够再给农民增加这个。咖啡上各项的这个技能能够提升，不管是田间管理啊、烘焙技术啊，还有咖啡的杯测的风味。因为你如果说身为一个农民，这各方面的话，才能够把我们的咖啡能够提升起来。因应台湾甚至世界潮流，咖啡一早同花莲乡亲一起上手，相别头难喝，用心爱同自家的好咖啡吹销出去。像我呢，游山吐气，结合创意，中国企业未来出在有名好米，也应该会看得到有名的好价钱。